大家有看到这个讯息，是这一次的一个明星挑战赛的一个活动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次是刚刚有聊到有贝利、玫瑰狗、阿森跟 KO， 然后还有四位职业选手，金红、Winter 火旋以及 Jun H 就是老四。于第二周开始将会进行的是分配两队，所以我们会有四个工会。然后我们四个工会呢会开始冲刺自己的一个工会的积分。然后这次也会，你们来投票的话也会有奖品哦，他会送你 PUBG Mobile 的限量雨伞，还有的是 PUBG Mobile 限量的蓝牙耳机，无线的哦。G90 电竞路由器，那更不用说还有 AirPods Pro 以及 Apple Watch SE， 好不好？以上就是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一次绝地求生 M。欸，你们7.62有没有多一点子弹？分个100发。老板来，有加厚，有感谢。虽然我也不知道，虽然我不知道拿那么多是不是没什么干用。反正看到人就按住就好了。对，老板说的都对了。哎，老板，是哦。老板锁烂。老板，锁烂。可以。我打不到他，要爬起来。老板直接坐下。三，哇，好猛，好猛！哦，老板的手好温暖啊。热气球不能动哦。对，A 轮完了，老板被埋伏了。哦，但我不会丢雷哦。快点哦，哥吉拉大便炸他，秒他。哼，看，当我没料哎、欸！老板好猛，不是老板，我在 cover 啊。不是你不是 cover， 不是把我的头肉吃掉啊？对，没有，真是。不是我，夸张呢。哎，我这有人。对面，我这岩石有人哦。掉了。右边。哦。再放去一个吧。哇，直接！我还是职业选手，档次就是不一样。好烦哦！他们还都很烦。打到！哎、欸，靠腰啊！哎、欸、他在追老四啊！扁他！哇，老四你怎么一次拖到两只巨浪假螃蟹嘞？二楼吗？对，二楼。我丢他雷，这个人机，这个人懂的，不懂的。哇、哦，你们好猛哦！那就打光光了是怎样？我都不用表现了。对面有人机，哦，命中头部，聊天室有没有看到？命中头部啊，帅气！哎呀！他们知道要打最强的，先把最强的打掉，他们才有获胜的机会。刚好就打到了我，真的是算他们运气好。因为我的死亡帮队，帮我的队友拿到了敌人的资讯，我才有办法借我这个资讯拿下这波的会战。现在是真正的3v1了，轻松拿下，没有任何的毛病。阿森这个指挥官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还有，我没子弹呢。没有，他死了。没事，我 cover 你们了。可是，你的这个枪声怎么好像有点慢？累个啦！我真的没关系，心意有道。可我真的看不到人。阿云打了这么多人，感觉是个女生的名字。我们去教训她。哎、欸，我们门口一个，打一个，门口打一个。阿云在这里，在这配置号，就是她。石头后面应该在，哎呦，怪了！伏地一只，好，右边那个，对，右边那个。哎呦，老四这个换位，就剩他的。哦，睡啦！夏天来了，大家记得要保持家里的垃圾桶干净，那个去水口也要干净啊，不然就很容易有蟑螂。我女朋友被载走了，没关系，
他越跑越远呢，他要跟我保持人与人的距离耶。有了有了，这台棒，耶、yeah ！这有人哦。这个人的开车技术不太好啊。第一次这么笑呢，太兴奋了吧，跟主播玩。我以身冒险。我怎么样聊天室？还行吧。除了最后倒地丑了一点以外，我这个队友可能会觉得我很烦。他刚刚把怪打掉，然后我把怪掉下来的东西全部捡走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Yeah! 金哥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我是眼睛有问题。那，我不到他，这个我也看不太到。近点了，近点了。哎呀，可惜，不是哦，我也聊天室，我也不是枪法问题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年纪太大了。哇，年纪太大了，反应太慢。不要告诉他们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要不？哎，撞他！哎 ，no no！ 这是这是撞他！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哦，是我杀的，我好棒！我今天杀的第一个人，也是这场的最后一个人。牛！哎呦，会丢，会丢。哎呀！太扯了！阿森说你打不赢他。没关系啊，我打赢他没关系啊，我队友打赢他就好了，我不需要打赢任何人。